是我们静态的石头。一除了也就是电子石头。那么现在其实它也很有石头感。我们将静态的石头变为动态的。哇！这是高手啊，这是高手，这太厉害了。这是高手，这太厉害了。高手吧，这是高手，这太厉害了。哇！你在唱情歌，花儿又对谁说？鸟儿飞来过，你对我怎么说？这是高手吧，这是高手，这太厉害了。每当日圆的时候，人相约寂寞，可我依然还是你的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一篇搞笑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BFF844 BFF844，在点击搜一搜 BFF844，关注后进内部群，每天看视频。